들어오는 거 없거든. 调直座椅靠背，放下座椅扶手，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，并确认手机处于关闭状态。见到人都接得了。全场禁止吸烟，禁止触碰卫生间内烟雾探测器及机上各种应急设备。
现在客舱乘务员向您介绍飞机应急出口位置。推出请客舱乘务员要求检查。The cabin crew specific checks。或带有飞行模式的手机，同时禁止在飞行过程中使。下机前打开行李架时，请您特别留意，以免。